3730。反正咱们偶尔打单挑，偶尔打群 P 嘛。神木林，这个神木林一看就是那种有硬件的。反正咱们这边直播的话，一个星期反正有单挑，也有五 v 五，行不行？不是说就光打单挑，反正单挑五五都会有，好吧？单挑五五都会有。打群你一定要跟合适的队友，好吧？这个是我兄弟，对面这个人是我兄弟，先亲个宝宝，出宽怒了。对面这个号的话，300万的号啊，兄弟们，300万的法系号。把163打完，他配速拉起来得换小孩。前期几回合咱们占尽优势，出小孩了。知道对面这个号的扣个一，雪山大舞台每天都是这个号，知道这个号的兄弟们扣个一，应该知道吧，兄弟们，雪山大舞台基本上每天都是这个号。这把有宽诺，得先把前面这个宝宝清掉。没变身了，得先把前面这个宝宝清掉。他只要宝宝一飞，这一把基本上是稳赢的局。宝宝一神的话，这一把不好说，对面有东西的，有地听啊，兄弟们，两个地听啊，兄弟们。对面，我跟你说啊，对面有东西的呀。给宝宝打死了，先给宝宝伤害了。上有豹都是带那种神马的呀，好点打。好点打，好吧。他现在有鬼眼出隐身的宝宝，这不是送吗？啊，兄弟，
现在出隐身的宝宝，这不纯纯纯的送吗，兄弟们？对吧？不飞也得飞啊！别急，兄弟们，还有局，局还在。刚刚开始呢，飞机没有关系的，你飞2000多，它是五个单位掉，你懂吧？先把宝宝破空，先把宝宝破空，不能让他拿还魂咒一直拿，得打他的九转。破空了，这一把再飞。对面一个号买咱们三个号，真的。所以说兄弟们也能看得出来，这一把确实对面有硬件的。繁育没用了，血线已经飞下去了，你懂吧？鬼眼一回合，下一回合可以出引攻了，宝宝神了。OK， 宝宝神一个有局，如来神斩，没鬼眼了，不让他加鬼眼。可以，出地厅了，出地厅了，100万的地厅出来了，直接点了，好吧，直接卡个药给小孩，直接冲。卷的也痛啊，可以吧，兄弟们？